你可真是花人家脸皮是吧？哪里上哪里了？我们正在吃早饭，然后狗狗呢就是突然从门外进来了，我们当时也是愣了几秒，然后也不敢确认是他，因为他已经走失了十个月，将近一年的时间了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过他会回来。这只狗狗一直都是我母亲在照顾，我母亲跟他的感情是很好的，他忽然走失，我母亲那段时间情绪是很低落的，然后这一次他突然回来，我母亲看见他的时候眼眶就是红了一点。